是吗？所以陈翔因为拍摄 MV 的时候，陈翔是跟韦静一组，对，我是跟他一组，对，所以他是。那我相信比较有默契啦。对啊。我们来示范一下。我比较好奇，谁上谁下，这个要先讲好哦。谁上谁下？你要在上面。歌迷没有意见，我好奇。这次换你壁咚我。哦，那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。啊，好。这一针吗？这一针吗？你要先躺好，你要先躺好。为什么我觉得陈翔表情非常的僵硬？你很害怕吗？两人同时笑场，先含情脉脉，含情脉脉。我先侧一点，侧一点。为什么两人有想要打架的感觉？在床上应该要示好一下。哎，结果陈翔很认真哎。好了，我们看谁先笑了，好不好？来赌谁先笑。好啊，再仔细看哦，眼神有没有眼神的交汇？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他都冷汗直流。再，有人说亲下去了，要亲下去吗？这样好吗？我看韦静刚才也忍不住了啦。韦静很想笑，陈翔已经开始露出，哈哈。好，结论就是韦静还是再加把劲，好不好？床东的意思是这样子。那待会儿，哎，紫红跟红镇是不是也应该要来一下了呢？对，对，不知道大家希望我们谁上谁下？我有听说这一段你应该是昨晚辗转难眠无法入睡，这一幕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挑战。哦，我昨天在床上已经有各种揣测，就为了今天这一幕。好，那我们要谁上谁下呢？我听不到，好多个版本。这是，哎呦，洪镇上，洪镇上是啊。为什么紫红如此的害怕？他很近哎，他很近，他的嘴唇贴在我头发上，真的啊？所以嘴唇不可以贴的，不可以贴头发。为什么那麦克风不准讲话？啊，好，不准讲话，含情脉脉啦。哎呀，阿策啊，不好意思，对，要稍稍对调一下。稍微对调一下，因为我们这样朋友拍不到照。好，我们要对调一下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可以哈，好好，稍微可能要侧着声音看一下。哦，这是 nobody 吗？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媒体朋友，有吗？哦，这个深情的眼神，可见得昨天晚上真的有在床上好好练习。好，谢谢子红跟洪镇带来。当然，其实这个床东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在那个2月7号很重要了，因为 fan meeting 嘛，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同乐啊。怎么可以只有你们在台上快乐？到时候谁要想上来的话，记得可要踊跃一点哦。哎呀，我想说大家的尖叫声怎么没了？因为看到这个床实在太兴奋了，很想要被床东一下。所以到时候跟我们的歌迷朋友们这样玩的话，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深情含情脉脉的画面。会有在想说谁一定会先笑场吗？应该是歌迷会先笑了。对，我想韦静应该也会觉得韦静是大魔王。会吗？哎，没有人要看我床东哎，真的，天哪。OK。那到时候就是你们床东我这样好不好？啊！那会笑场了。被床东吗？被床东。哎呦，这笑也不错，到时候就可以由歌迷来选择，我要床东你还是你来床东我。OK 啊。OK 哈，2月7号我们这个台下体育馆，当然这个非常重要的门票的入场方式只有在今天预购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今天在面对舞台正后方，我们有3家上面哈。当然今天媒体朋友非常的多，我们先给媒体朋友们进行一个联访的时间。